近日，深圳市民付朱丽女士在咖啡厅休息时捡到一个黑色皮包，打开一看，竟全是钻石，估计价值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。付女士没有动贪念，选择在原地等待。失主终于赶到，对付女士不知说什么好，连鞠了好几个躬。付女士只是说，简简单单生活比昧着良心强，